好，第十二题 ，diagram show 四边形 PQRS， 然后他要找 PR 的长度，两个边 gap 角，我们用 cos root， 所以我的 PR 的 square 等于八 square 加十七 square 减二八十七 cos 一一八 ，OK， 好，所以这样就可以找到 PR 了 ，A 一。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八 square 加十七 square 减二八十七 cos 一一八四百八十，所以我的 PR 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四八零点七 ，so square root answer。所以他拿到的会是等于 21.92 cm 21.92， 然后他要找 PRQ， PRQ 的这个角度 data， OK， so 我在这边我要找 PRQ 的角度，所以我的 21.92，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sin theta over 8，对面除对面等于对面除对面 sin 118除 21.92， 所以我的 sin theta 会是等于这一个 sin 11821.92乘8，然后我的 data 就会是 sin answer， 所以我的这一个 data 会是等于 sin 0.3222，所以我的角 PRQ 是18.8度，这一边百八减掉一一八，减掉18.8，所以它是43.2。OK， 好，接着，他要我们找 area of PQRS， so area of PQRS 的话呢，我看一下啊，这一边，这一个 area of PQRS， 我的那个。Area of 三角形 PQR 是 120AB sin C 8 17 sin 118，所以我在这一边是4乘17 4乘17 sin 118，所以是 60.04。然后我的 area of 三角形 PRS， 它是要有找 S 先 ，S 是13加20加 21.92 除那个2 ，OK， 除2。所以我在这一边13加20加 21.92 除2，这个是我的 S 27.46，所以这个是 27.46， 所以它的这个是 square root 27.46，然后减13
这一个是这样，然后27.46减13，27.46减20，27.46减21.92，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有这一个 square root answer 减十三，answer 减20，answer 减21.92，所以是128.1。零，所以 area of PQRS 等于60.04加128.10，所以它会变成188.14 cm squared。然后接着 sketch P prime line on PR，然后。R，P prime line on PR，RPS 等于 RPS，RPS 等于 RPS，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这三个要保留，所以它 PRS 要保留，然后 P prime 在 PR，然后它的角度那边是一样。所以这一边我们的那个圆规放在这一边，这样，OK，然后它这个就会变成这样，so 这一个是它的 P prime，这一边是三，OK，然后接着 RPS。的那个角度，RPS，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先有一个 RPS alpha 吧。OK，so 我用 cos rule，这一题它出到不是讲很好。OK，so 我就有20 square 等于13 square 加21.92 square 减23 21.92，然后 cos alpha，我的 cos alpha 会是等于13 square 加21.92 square 减20 square over 这一个2乘13乘21.92，所以它这一个是13 square 加21.92 square 减20 square 2乘13乘21.92，这样，它这一个是这一边是这样，0.4378，所以我的 alpha 会是 arc cos 0.4378，so arc cos answer，所以它是64.04度，然后接着我们就有那个这一边角 R prime P prime S prime 等于180度减64.04度，so 180。减安色，
所以它答案是115的96度。好，就是这样。B2 So B1 是这个。通常这种应该是要有角度了的再来，而不是 cos root 多一次，所以这题我觉得不是讲很好。